有请范教练。哎呀，气势气势，哇！你看我害怕害怕。冷静。不不不，真冷静。我今天说两句好吧，说两句。不，我不知道都怎么会上这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，我是一个退役多年的国足。其实啊，让我来吐槽大会，我觉得真的不合适。就足球、篮球是格子行，就节目组说你是前辈，来把郭艾伦、周琦、妈妈醒。哎呦，我真是。他们能差成什么样，能让中国足球，能让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。哎，真没想到，哎，足球，哎，足球还能鞭策别人的一天了。怪，真的怪。就你别以为我篮球不熟悉啊。19年世界杯，哎呦，我看了打波兰那场，还剩7秒，我想赢定了，我就上个厕所，还没出来就听到哦的一声，我想赢定了，我提着裤子出来了，结果平了。咦，怎么平了？就我很自责，都怪我，上什么厕所呀？不，真的上什么厕所，应该把周琦让周琦上个厕所。然后打加时吧，打一加时输了，奥运会没了。我说这时候怪谁？怪周琦。哎呦，人说本来留给波兰队的时间不多了。好了，你一发球，完了，那个发球我看了好几遍，我上去用脚都能传给别人，你拿个手都不行。姚明，姚主席，气喘一截。一脚发伟力了。第二天采访你，你还笑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挨骂少，就该让你拿着篮球到足球场上去。篮球场才多大，让足球场上的那帮球迷来骂骂你试试。就像在训晚辈一样的在训他。这帮可真骂，你知道声音有多大吗？骂得我现在脾气都变差了，我现在耳朵背啊。不好意思啊兄弟，我脾气是不好，我总不能老说周琦啊，我怎么说，我应该说说艾伦，应该说说艾伦，那小郭，亚洲第一后卫吧，控球啊，世界杯生死战，哎呦，我没搞懂，一分，拿一分啊，篮球只拿一分不容易的。发个球，篮筐这么近，就相当于就2分嘛，对吧？都基本送给你的，按照小郭的水平都送给你的，你还扔掉一分。就我当年我也踢后卫啊，我进的球都比他多啊。这足球进球不容易的。我也是后卫，我这一跑7-8米还得进球。其实就我
一直很欣赏小郭的。你别看我偷偷看，我真的很欣赏小郭的。有人说他打球啊不传球，也不能怪他。小郭和谁打球啊？哎，你说说，王治郅、易建联，现在周琦什么人？啊？男篮现在什么水平？就这么几个人，周琦都在打中锋，没有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就在家门口都打成这样，脸都不要了。找队友很重要的，就像找对象一样，要找到好队友很难，找对象就容易多了，直接上一对 APP 啊。找对象上一对，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，靠谱啊！艾伦，你可以试试。周琦啊，你就别用一对了，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对的。其实真的篮球环境真的不错，很好啊，就算输了也有很多女粉丝加油，怪人打得再差姐姐也不怪你，但是姐夫得怪你。那说到这儿，以前不这样的，当年看足球姐夫姐姐都怪我，气死。周琦，你一个中锋身体太弱了，这力量不行啊，杨老力量不行，我看了他网上训练的照片，我这哑铃就这么大。哎呀，鸡蛋灌饼还小。周琦啊，本来天赋很好却浪费了，吃鸡蛋灌饼，训练迟到，他这态度我感觉他迟到会说出那句话，教练我不想打篮球了。说杨老吧，杨他站在后面站得挺好，小燕运气蛮好的，杨导在 CBA 也打了10年了。哎，杨导退役之前混到了个冠军，冠军那场总决赛，杨导，我记得好像一秒都没上啊。都没上，人庆祝的时候他把奖杯举起来了啊。体力好，一看比鸡蛋灌饼大，力量大呀。我来举，我来不麻烦你。杨老刚才说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教练员赶上做教练员容易批评人，批评是让他们进步，我们踢球的天天热晒雨淋，篮球还好弄个盆打一会儿暂停嘟。因为说到底足球篮球都不容易啊，希望大家多宽容少骂点。你骂的少吗？你骂了半天了都。当然作为专业足球的教练，我该骂还是得骂，你们篮球打得这么以前好，真的。我这个我不能骂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
好，是不是让人害怕的方式不一样？来，那个周琦，周琦别怕他们，来擦擦汗。周琦，我这在旁边眼看着这儿的汗刷刷的下，擦擦汗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有事情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范哥没事儿，你说你的，别有这个包袱，我在这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来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准备投票，支持杨明的蓝色案件，支持范志毅的红色案件，十秒倒计时开始。再次强调，如果二位当中的一位在这一轮他的吐槽热力值高，那么就意味着那一队接下来的选手每一个表演都会加五分。加五分不够，得20分。对呀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二位的吐槽热力值。我就觉得运动员首先都是不会怯场，大概七八分的把握吧。我不觉得自己会赢，因为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输定了。讲得很好哎，但是范志毅太可爱了。范哥，轻点拍，轻点拍，轻点拍。状态很好啊，138比56，不是范哥，你一会儿稍微控制一下，因为你们现在挨得近，减少动作好不好？多说话。没事。好了。